黑娃，你快点，大哥都等着急了。这是何叔烧的纸，多砸些。这是黑娃家吗？是啊。你们快去花椒岭吧，何老爷和老乌他们被魏征仙的民团围住了。不是说好去南山上坟吗？怎么突然跑到西边的花椒岭了？我是犯山货的，在花椒岭遇到他们。 是何老爷让我来找你们的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那我走了。黑娃，你快点。哎，看着老屋了吗？我今儿一早就没见着他。哦。啊，老爷，乌头一早就去南山布置去了。哦，一早就去了是吧？啊。 二小姐都准备好了吗？哎，都好了。哦，走吧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 我在这等他们呢，你先走吧。那我先去祭奠我父亲，然后去南山找你。好的。走吧。你知道来云家吗？我知道。赶紧催他们，让他们快一点。好。 哎，伙计，老爷，我怎么看你和刚才叫人那人有点面生啊？何老爷，我们是扎彩铺扎小人的，纸人在坟前摆放有讲究，是老吴让我们跟着去的。哦，哎，回来了，人呢？邻居说，一早老吴把他们叫走了，可能先去南山了。哦，那既然早有安排。 那咱们就走吧。哎，来人啊！哟，乌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看见何老爷了，一大早就走了，上坟去了。啊？哎，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下吧。你给我倒碗水去吧。 说老屋他们早就来了吗？怎么不见人啊？是啊，按说他早就应该来了。爹。 儿子来看你了，爹，女儿今天替你报仇了。 黑娃，事不对啊！不对了，今天是清明节，大哥一定去南山祭奠何叔啊！咱们都说好了去南山，怎么跑到花椒岭呢？没道理啊！是啊，花椒岭不是何叔遇难的地儿吗？
不对不对，这里面一定有事儿，给咱捎信的人三通没见过，这里面要有诈，大哥一定有危险。不去花小影了，去南山。等一下，咱们先回刘家吧，回刘家，快。等一下，哎，小姐，叫他们先回去。啊，你们都回去吧。我去给我公公烧烧香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。昏过去了，多感谢同谷，不能同行。放心吧，就是闷不死他，也困死了。我们这法子套过黑熊，不出三天必死无疑。他何府他还能比黑熊结实？闷不能发现我。这荒山野岭的，除非他死鬼老爹从坟里爬出来，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他。秋雪，我让你们在这守五天五夜，能做到吗？要得了那么久吗？三天他就得死。何府堂他不是一般的人，最少也有五天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们1000大洋，让你们远走高飞。我不要你的钱，只是你别亏了我这兄弟就行。以后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。何府堂的那些兄弟不是善类，他们一定会找到这儿，所以我让你们守住这片林子。要是有人敢靠近墓地，不管是谁，都别让他活。老窝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晚上晚饭让你下了邪药。妈的，咱们同时被算计了，大哥他一定有危险，一定是魏正先干的。这事儿跟魏正先没关系，问题出在刘二全身上。就算是魏正先也脱不了干系。蓝月，咱俩分头找，你去南山。你干啥去？我去找魏正先。黑娃，你别冲动行不行？黑娃，把手放开！我他妈找大哥。黑娃，哎呀，这个黑娃呀。他太不了解刘二全了。如果他真想害府堂的话，肯定有其他的安排，绝对不会借着魏正先的外力的。那这是为啥呢？刘二全不想引狼入室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那臭婆娘没回来，大哥他又下落不明，黑娃又……我想魏正先肯定不知道府堂的事儿。黑娃就是去了，魏正先不能把他怎么样。关键是赶快找着府堂的下落。来月，啊，你赶快去一趟南山找找，我去跟施先生商量一下。那你身体行吗？行，你赶紧去吧。魏正先，给我出来！姓魏的，今天不把我哥交出来，我就跟你玩命！你再往前走一步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黑头，姓黑的，吃了豹子胆了啊？老子连姓何的毛都没见着，交什么人？魏正先，别以为你我带小的我就怕你，把我哥交出来。大哥，别跟他废话，一枪崩了他算了。行了，姓黑的。先去打听打听我魏正先是什么人。老子从来是当院抽刀，从来不背后下手。你是君子吗？屁话，老子起码是条汉子。姓何的不见了，那是他活该，保不齐在外面就被雷劈了，被狼叼走了。兔崽子，害死了丈人爹，
又独霸了刘家的财产，遭报应，早晚的事儿。扯你娘个蛋！我告诉你，我哥命硬，你肯定走在他前头。你要再敢放屁，老子先送你走！醉头，欺负他干啥？也不怕人笑话？轰走算了。滚！叫！叫！叫！祭奠过了，人呢？缺德！有人吗？来人呐！嚷嚷什么呀？早该猜出来是。那人跟你也是一伙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咱们不认识，咱们有仇吧？别动！什么啊？这是？啊？桐油？你想烧死我？不是，怕你爬上来。朋友，咱俩谈谈行吗？你说吧。我猜你不是魏征县的人，是刘二全找你来的，是吧？嗯。在我爹坟前挖坑，是不是刘二全的主意？对。他给了你多少钱？我办这事不要钱。朋友，别蒙我，杀人是死罪啊！你哪会不要钱啊？谁说我要杀你了？我挖这个洞是为了套袍子，是你自己掉下去的。将来你是饿死的、渴死的，反正不是我杀的。哎，你往那边躲躲，别淋着你。反正他妈的都是死，你为什么不来个痛快的？这是我和二全说好的，我不想杀人，二全也不想我杀人。再说我娘还在风雷镇，要是让她知道我杀了一乡亲，我怎么活呀？听你的口气，你和二全以前就认识。这个你没必要知道。刘二全告诉过你，他为什么要杀我吗？他说你害死了他爹。你信吗？我姓二全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俩是一对儿了。我以前听刘府的人嚼过舌头，说七八年前了，刘二全跟一个唱功私通，后来被刘老爷知道了，吊起来打个半死，后来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，是你吧？你别走！
哎，兄弟，我问一下，您是南山人吗？是啊。我想给您打听一个人，前几天啊，有一个人姓何，个子挺高的，小眼睛，那是我们家东家，来是做生意。您见过这人吗？没见过。咱这一块闹土匪吗？闹，经常死人，我们都习惯了。南山那么穷，抢你们呀？土匪不劫杀我们，就劫杀那些过路的商人。哎，兄弟，我走了半天，那水没有了，能不能到你家里弄口水喝呀？我家离这儿远，还有十几里山路呢。你住马家庄吧？对。哎呦，那地儿真的挺远的，那就不麻烦你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小德，上叔叔，得抢枪。徐中德，徐中德，谁啊？是我，何老爷，何老爷。啊！先考何敬敏之墓。鬼鬼啊！别跑，别怕，我是何府堂，何府堂。给你起名字那个人，徐中德，徐中德，何老爷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洞里，我被人害了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我救你出来！别动，孩子，别动，别动，让人发现你就没命了。别动！哎，外面是不是还有两个人？没有人呢。我问你，你认识老吴吗？不认识。施喜禄，施先生呢？施先生认识吗？镇上人人都认识。找到他，告诉他我在这儿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肯定去找他。记住了，在没见到施先生之前，千万别跟人说见到我。我记住了。等会儿，有水吗，小德子？我没带水。吃的有吗？啊？没有啊。尿吗？尿，你尿一下。啊！给我喝，我快死了，给我喝口尿，快。哦。快，有吗？我尿不出来。别紧张，孩子，别急，吸口气，好好吸气，给我尿。小孩儿，嗯，你干什么的？采药的。谁让你乱尿的呀？这是人家的祖坟。我尿急。你是谁啊？你在替底下人守坟吗？对，这是我爷爷的坟。那你爷姓什么？叫什么？
我爷爷姓何。姓何？嗯，你骗谁啊？这里明明写的是向静美，人家姓向，你偏说姓何，一看就是个笨蛋。小东西，快走吧，以后别再来这里采药了，坏了人家的风水。大叔，我想问一个人。谁呀？施喜如，你认识吗？施喜如，干啥的？是个老先生。不认识，我不是镇上人。哦。来，我认识他呀。真的？啊，我是他侄子。哦，那太好了，你能带我去见见他吗？你找他什么事儿啊？我见了施先生才说。你这小孩啊，还挺江湖，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是关于何府堂何老爷的事。哎呀，好孩子，你算是找对人了，我带你去见施先生啊。我要见施先生。好吧，这施先生啊进县城了，明天才能回来，有啥事跟我说是一样的。也没啥事，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。站住！你是不是知道何福堂的下落？说！不管，乖，哎，最好了，哎，不管，听我说，我跟这何福堂啊是亲戚，非常好的亲戚。是不是何福堂还活着？我不知道。不可能。你要啥都不知道，大老远的跑来找施先生干什么？是不是？你肯定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小兔崽子，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？说！我在山上采药，一个人给了我一块钱，叫我回风雷镇找施喜如。他说土匪黑三抓了何福堂，要拿施喜如拿一万大洋去赎人，我不愿来。他说报喜之后施喜如那边肯定还给一块的，我才来的。一万大洋？大哥，何府堂值那么多钱吗？小东西，年纪不大，老江湖啊。去把他给我关到柴房去，饿他两天，我看他说不说实话。跑这么久也不知道歇歇。歇什么歇？可能大哥就关在里面呢。三位，跟了半天了，进来歇歇吧。耍我们是不是？大爷，我从前在甘肃贩马，常有生人跟在身后，我头都不用回就能分辨出陌生人的脚步。别说你们几个，你小子狂什么狂，也就我俩腿脚笨点，昨儿老吴从南山跟到你家你都不知道吧？他要想下你黑手你早没命了。兄弟，久违了。原来是你。我哥在哪儿？大哥在哪儿？我不怕告诉你们，何福堂被我藏在一个地洞里了，已经三天没吃没喝了。站住！够了！
用何府堂给老子陪葬。刘二全这是你盖的吧？给了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。我杀他不为钱。你跟他有仇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你是刀客？谁说我是刀客？一不为钱，二没仇，那剩下的就是个情字。我知道刘二全的病根在哪儿。刘二全是不是告诉你，何不堂杀了他父亲刘庆福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恰恰相反，何不堂的父亲是被刘庆福杀的。刘庆福是因为贩卖大烟被军队征服，在镇上正法的时候，全镇的人都看到了。我相信你母亲也在里边看到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二全让我干什么？我也绝不含糊。我知道他何福堂仁义，大家都向着他，你没有这么帮着他，可我有我的难处。我不管他何福堂是谁，今天晚上我求亲，一命偿一命。别跟他废话，废了他得了。操！我敬你是条汉子，咱俩做个交易。你告诉我府堂的下落，不然的话，你母亲刘二全我就不敢保证了。你敢？你俩现在去刘家。洋人那儿买的，洋玩意儿，这东西厉害，一搂起来了不得，哗哗一片一片的倒。哎，哎，你这车不错，你说我这家伙事儿啊，要放在这车上，压着。得扫肚子一片了啊！姐夫，哎，我一妇道人家，你跟我说这干嘛呀？您是个妇道人家，可这浑身上下加起来得有一百多个心眼吧？我敢保证，十个男人加起来比不过你。姐夫，你真会说笑，是吧？琢磨好，你说这何福堂，我都佩服他，挺厉害的。到了还是让你给干了。何福堂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呦，这件事儿蠢，太蠢了。带上来，小豆，二小姐认识吗？哟，这谁家小孩这么可爱？这就是你私通土匪、谋杀亲夫何府堂的证据，证据！这么大事儿干嘛？把二小姐她吓着了。我不认识这小孩。你当然不认识了，没关系，他认识你呀。你说你办这事儿，花了钱买土匪，去杀何府堂，肯定是钱花少了吧？人家没杀何府堂。让这孩子回来，再要一万大洋。你说这事办傻不傻呀？大姑爷，我们家小姐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，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是的，肯定有误会。我也琢磨，你说二小姐那么聪明，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呢？
姐夫，这夜里了，咱们进去说话吧。进去。都下去。为什么要杀何福堂？他害死了我爹，难道不该杀吗？你爹死，这是咱们三个人共同的心愿。什么意思？行了行了，别装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个理儿你不懂啊。那是我爹。哎呦，那还是我爹呢，有屁用啊！说这，你这事儿办的不地道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是民团的团长，你就是要杀他，也跟我说一声啊！怎么能跑外面找一土匪呢？明摆着想自己把刘家的财产独吞了。废话，刘家本来就是我的。我呢，我还活着呢。魏正先。哎呦，真不错，还知道我叫什么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这话问的对，来，把字签了。你笑什么？你要一半的田产和祖业。会说话，那是要，这叫分。我是刘家的大女婿，人在底下放个刀，分。你撕，想好了，你要是真撕了，别怪我手下无情啊！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刘个性，我就是杀你，我也得给你找个名分，不是？外界土匪，谋害亲夫，别着急啊！明天，明天我送你上路，啊！狗，这个狗！妈，怎么痛快怎么骂，没办法，谁让咱刘家没男人？谁说我们刘家没有男人？不喝。我去看个朋友。谁呀？胡长官。怎么又去见他呀？啥事儿？我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就是半年前花娇林，我爹的那个冤案，他现在有时间了，想帮我重新查一下。又提这事儿？有线索？有一点线索。他说值十个金条。你说多黑呀，我也得给呀。你笑什么？这是真的假的呀？他初十就来了，来了到时候咱们一块吃饭。啊，初十就来了。我还真有点事儿。谢谢啊，姐夫你走啊。对对对。大哥，走。大哥，咱们又让姓何的那小子给耍了。我派人在山口把了三天，没看到那个胡长官。不但没看到胡长官，姓何的在家里还天天摆大宴吗？哎呀，大哥你可神了！那个何福堂啊，把施秀才还有王有才那几个老东西请到他们家里啊，晌午呢摆一桌麻将，晚上还管饭，满风雷震的喊啊，给他爹过冥寿。臭小子，想把水搅浑了。早知道那天就该毙了他，这货太精了。现在不行了。啊！别忘了，那天他提起了花椒岭的事儿，说的可是真知。哎呀，那
咱们可坏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知道了他爹的事？大哥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咱们得防着点儿。万一那个胡长官来了，咱们可打不住啊。是得动手了。这些天啊，我一想到这个臭小子，觉都睡不好。大哥，这个何府堂比鬼还精啊，咱们可得想周全了。是得想着去。哎，五哥，哎，跟我来。来，进来。我跟你讲啊，你把柴放那儿就行了，我去给你拿钱去。马上提点啊。好，是啊。钱都不要就走了。跟你说事儿，都下去。是。咋样？我把您给我的东西全放到水缸里面了，除非他不喝水，否则必死无疑。任何破绽？没有。也没有被人发现？绝对没有。干得好，队长。嗯，跟你商量个事儿，秋心、小满他俩不想回甘肃了，觉得你这人挺仗义的，想留在你这儿。这两个人我倒是挺喜欢，问题是碍于你跟二强的面子，秋心不好做人吧？我看还是算了。现在咱们也正好用人，我替你答应了。你看看，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商量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两个还有黑娃，我已经给遣到南山去了。去南山干嘛？我让他们到猎户家弄点土枪什么的，咱们也好有个防身的东西。嗯，也好吧。哦，哎，回来了。啊，快坐，快坐。情况怎么样？我跑了一天，没找到猎户。我倒是找到一家，可人家说那是吃饭的家伙，打死也不卖啊。嗯，行，这种事儿慢慢来吧，不着急。自从咱们亮明了胡长官的事儿，魏正先做贼心虚，恐怕会狗急跳墙，过了初十就瞒不住了。何大哥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要不咱先去凤凰岭避一避吧。什么意思？当土匪啊？小满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现在时局这么紧张，先躲一躲呢。往哪儿躲呢？
躲什么呢？大丈夫能伸能屈吗？别说了，我不爱听，行吗？秋心，秋心，你怎么了？秋心，秋心，秋心。秋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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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啊？什么？秋心，秋，秋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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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哥哥吃什么东西？秋心，啊，秋心，秋心，醒醒，秋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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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秋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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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秋心，秋心，福堂，啊。砒霜，秋心，秋心，醒醒，秋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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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秋心是喝水中毒的，他还有救吗？救不了了，喝的是砒霜。老胡，你救救他！二姑娘，救救他！福堂，救救他！你们救救他！我求求你们救救他！陪我，救救他！你们怎么都能这么看着呢？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救救他！他们孩子不就眼睁睁看着不管吗？柱子，柱子，柱子，柱子！哎，吴哥，昨天你们带来那个卖柴火的人，后来人呢？他放下柴火就走了，连钱都没有收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没想到那个碎头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徐死了，中毒死的。什么？柱子。告诉全院的人，不许再喝水了，快去！是。老许也死了。老许也死了。魏正先派来的人。魏正先。求心报仇，谁呀？手里了，你干脆一下整死我！别干了，别打了！你说你何苦啊？人魏正先，你跟着魏正先，魏正先一年倒大烟，你知道人挣多少钱吗？你挣多少钱？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也不用说，我们十倍、二十倍给你，好吧？你不用着急回答，你自己慢慢想想，啊？说透了没有？没有。行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不行，勒死他，扔河里。大哥，扔河里不行吧？会被发现的。你埋了吧。埋哪儿啊？南山。行，我准备一下，你快点。啊。这头，
行吗？是我，碎头。这么晚了还有事儿？我有要紧事儿跟你说。进来。哎，好人无常命，祸害活千年，可惜了。魏正先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！二姑爷，你死得好冤呐！二姑爷，二姑爷呀，你走得太可怜了！二姑爷，兄弟这是咋的了？哎呀，大姑爷，二姑爷昨晚喝了杯茶，就成这样了。是啊，喝了杯茶就这样了。啊！哎，大姑爷，哎，这可不行啊！大姑爷。谁干的？这他妈谁干的？大姑爷，人还没有查出来，真让人给毒死了。大姑爷，你得给二姑爷做主查呀。是啊，你放心，兄弟的事那就是我的事儿。若我一定碎尸万段了他。你既然都死了。赶紧来吧！不是，这按着规矩啊，得选一个好的时辰，他才能下葬呢。真不懂还是假的？死者为大，入土为安，不懂啊？哈哈！兄弟们，都把孝带上，送我兄弟一程。是。石先生，就这样吧。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小姐呀！别想了，声再大点就更好了。你说何福堂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？假死，就这个，一会儿怎么来？真能想。今天怎么才来这么几个人？走得急，没喊。雷子，哎，去，我去给我调人。好，走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何老爷是大好人，也是咱们的大恩人。
咱们敬他一杯酒，让他平安上路。远人入土。我调的人怎么还不来？应该快到了，路上不好走。魏先生，副堂这棺材下不去啊，下面好像有东西顶着。我看看。是。魏团总，这棺材下不去啊。就下不去了，是下不去。棺材打开。不能啊！打开，打。再打开点。空城计啊！争贤哥。